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沸腾虾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腌制十分钟。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应该就是想和他走过春夏秋冬，尝遍柴米油盐。烧一锅热油泼上去，在夏末初秋的晚风中，给你爱的人来一碗沸腾虾吧。